人能在最终活下来，是运气达到了神的要求。一个人若不能在最终的爱惜中存活下来，是因背逆了神，未能满足神的要求。每个人都有合适的归宿，都有合适的归宿，这归宿都是根据其本身的实质而定的，与别人根本没有一点关系。儿女的恶心不能加在父母的身上，儿女的义父母也不能分享，父母的恶心不能加在儿女的身上，父母的义儿女也不能分享。个人担当个人的罪，个人享受个人的福，谁也不能代替谁，这是公义，谁也不能代替谁，这是公义。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担当别人的罪，都不能担当别人的罪，更代替不了别人去遭惩罚，这是绝对的。心意的总归是心意的，作恶的总归是作恶的，心意的总归是能存活下来的，作恶的总归是灭亡的对象。圣洁的就是圣洁的，并不是污秽的，污秽的就是污秽的，并没有一点圣洁的成分。毁灭的是所有的恶人，存活的是所有的义人，哪怕作恶的人的儿女是心义的，哪怕义人的父母是作恶的。信的丈夫与不信的妻子，与不信的妻子本无关系，信的儿女与不信的父母并无关系，是不相合的两类。在未进入安息之中，有肉体的亲情，但进入安息之中便再也没有肉体亲情之说了。尽本分的与不尽本分的，本是仇敌，本是仇敌，爱神的与恨神的，本是敌对的，本是敌对的。进入安息之中的，
何相合的两类手造植物，是不可相合的两类手造植物。